玩一玩新模式王者快跑，理性的黑暗形态也是这里面 bug 一样的技能，能够增加移动速度，还能免疫控制，用来参加王者峡谷运动会，妥妥是名列前茅啊！想让你从最后一名跑起，那你们先开心一下，等一下就是我黑暗形态的表演时间了。第二梯队好多人啊，第一名的阿狸遥遥领先，第二名的墨子老是放预选技能阻止我们，一堆的理性都扎在一起了。这个墨子，你就是来参加跑步比赛的，还是来杂技表演的？你开个大招控一堆人干嘛？难不成第一名的阿狸是你队友啊？小鳄鱼没被墨子控到，赶快开着一技能往前冲，先冲出人堆再说，不然人挤人道具都吃不到。这个死玄策，链子勾在了小鳄鱼身上，还想把我当免费的劳动力啊！小鳄鱼开个高渐离的减速避场，一群怪弟弟都给我退后，别老是来打扰我追这个第一名的阿狸。最后一圈了，阿狸和小鳄鱼的距离也差不了多少了，给你一发导弹让你休息休息，领先了一整场，该是让我们理性来领跑了。这个王昭君，你的冰冻技能有毒吧？怎么来的这么刚好？小鳄鱼一下子又被拉开了，不过没事。反正第一名时不时就要被导弹砸中，小艾米最后再冲刺发力就行了。冲啊冲啊，阿狸挨了几个技能后终于是跑不动了吧。现在就是理性之间的争夺，看谁的运气更好一点，拿到的技能更实用。一发导弹炸晕对面的理性，怎么阿狸又冲到第一了？小姑娘这么能跑啊，第一名可是要吃导弹的哦。小艾米冲到阿狸身边，再来一个击退技能，别想过来抢第一名了。小艾米现在处于领先的位置，导弹飞过来也不怕，我有一技能免疫控制啊，随便来，有多少技能我吃多少。不过屋子这几个吸人的技能还是非常恶心的，要是三次都被吸住，早就被后面的人追上了。小艾米最后拿一个单击加速的疾跑技能，再开着一间加速我冲呀，最后的百米冲刺看谁还能追得到我，成功拿下第一名。队友好像倒数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小艾米第一名的积分是27，队友阿狸是第九名，合起来的分数并列第一，但是小艾米是第一个冲过终点的，所以最后的第一还是算我们理性阿狸小分队了。